旺格雷是新西兰北岛东北部新兴港市，位于旺格雷湾西北顶端，奥克兰以北约140公里处。不管是远观、俯瞰，还是近距离细细观赏，旺格雷都给您一种大气的感觉，散发出古典的气质，深深吸引着来新西兰北岛旅游的游客。帕拉哈基山是旺格雷最高的地点，步行或乘车到达山顶，您可以俯瞰整个城市，观赏旺格雷美丽的风景。绵延的低山丘陵，精巧密集的房屋，风平浪静的海面，停满帆船的海港，这一切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，大气磅礴。如果您喜欢钟表的话，银爵假期带您一起走进冰水区的克拉法姆时钟博物馆，馆内收藏了700多座钟表，其中有400多座是17世纪的产品。在这里，您不仅可以欣赏到各种时钟的造型，还可以感受到新西兰不同时代时钟背后的文化蕴藏和文化特质。典雅的装潢，繁多的时钟，一定会让您往返叹息，惊奇不已。典雅大气的旺格雷和您相约在这里，陪您一起度过一段美好时光。在您品味旺格雷的典雅大气的同时，给您留下一段温馨缱绻